各位学员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安全工具系列课程。那么本章节咱们主要介绍一下 Nest 的这款工具。那么本节课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章节都需要学习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工具以及 Nest 它的用途。那么在下一节课里，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安装一下这款工具。那在最后一节课里，我们来使用这款工具来进行一次漏洞扫描。那么我们这个章节比较适合初学者来进行一个学习，因为它是比较简单的，是比较方便掌握的。那么我们的建议的学习方法，我们可以在本地尽量搭建一些环境来进行扫描测试。关于这个环境的问题，我们尽可能使用本地搭建的一些环境，不要使用互联网上的一些网站或者是系统。那么未经过授权的渗透测试都是违法的。那么我们这个章节是主要来介绍一下 Nest 这款工具。那我本节课就先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。